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头场五班1650米的泥地赛事九号第二五倍。好，你一开集嘅时候啦，咁有隻马大脱脚啊，虎威勇将啊，咁前面快嘅马，咁见到埋边保证满意，霸咗内栏啦，已经中间位置咧仲有赤骑啦，出边啊帝飞星啦，咁再见到内栏咧就金威胜红衫嗰只啊，再中间位置咧就大运伯乐绿色衫嘅，外边灰马人生路，再后边另一只灰马中档红眼罩彩妮，内栏咧就有欢笑留得到啦，咁响中档野外桃园出边尼龙最出仲有领先直前啊，尾三位置绿色衫啊超顺畅，尾二咧就自动导航啊，咁暂时包尾出闸脱脚嗰只咧就虎威勇将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带出嚟嘅马咧系人生路，跟住第位帝飞星啊，内栏第三啦，保证满意啊，外边第四位仲有尼龙啦，中间橙衫啊赤骑啦，再扫出去咧仲有领先直前啊，马林中间大运伯乐绿色衫就放唔到啊，马林中间啊，内栏红衫金威胜啊，咁再跟住后边嘅马出边仲有野外桃源啦，尾五彩利，尾四外边超顺。尾三内栏黄衫嗰只咧就有欢笑啊，暂时包尾一队自动导航同埋嗰匹咧就虎威勇将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尼龙中间埋边人生路啊，咁再见到中档位置咧，仲有帝飞星埋边保证满意，出边啊赤骑啊，沿住内栏唔要啦，攞出嚟中档追咧，仲有金威胜大外档野外桃源最出仲有超顺畅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啦，赤骑喺中档发佢两边啊，抛嚟咗三个身位，野外桃源超顺畅一齐追。跟上嚟，再后边用个金威胜，最后100米啊，赤骑抛嚟咗一个身位，赢你就赢梗啦。第二名就超顺畅，第三名就野外桃源，第四名咧就保证满意啊！真系唔到你唔信，莫雷拉胯下又见奇功啊！呢只赤骑入弯咧，咁啊攞出去中档位置，结果抛甩赢，超顺畅啊！第二、第三名咧就野外桃源，保证满意咧就跑第四。赤骑临尾唔系佢第二本喎，临尾系次热本嚟嘅啫，有54蚊赢马啦，超顺畅，未身初出都系凭质素啦，立翻条 Q， 野外桃源跑嚟三，保证满意跑嚟四嘅，赢得算系几轻松啊！呢赤骑四搭14嘅连赢位有44个开啊，伟达搭莫雷拉啊！超顺畅冷咯，系咯，十四档吓吓亲你啦。同埋临尾大热门唔系赤骑啊，临尾系嗰只九号保证满意，只能够跑第四嘅啫。睇粤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14号嘅赤骑，到近派54.5位置派22.5，跑第二名系4号嘅超顺畅位置派49蚊，跑第三名3号野外桃源位置派55.5，连赢位4搭14派446蚊，三红彩14号、4号、3号派9020蚊，单啲派2146蚊，位置 Q 4搭14派147蚊，3搭14派177.5，3搭4派273蚊，跑第四名系9号嘅保证满意。临尾都落好重飞啊，就保证满意咁，但系最终都系死紧大翻。组合独赢3-1嘅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 A1 嘅隔夜热门派25蚊。临尾都落咗好多啊，因为嗰只保证满意落飞啦。打四连环啦，派3113蚊。四重彩派76599蚊。终于都赢啦！呢只赤骑跑到第25场赛事啊，得翻21分，都算系好轻松啦，赢个几拎咁翻嚟。轻磅好位有啊，雷神呢啲条件又系真系整齐晒噶啦。同埋佢肯骑就知道啦，即系成日都讲啊，莫雷拉咁多马拣，佢肯拣你就一定系佢睇到啲即系佢喜欢嘅嘢啦，咁样即系作为一个大骑师。咁啊，你都可以信下佢個眼光咯。呢個時限喺回到5倍幾嘅情況之下贏馬，咁都幾好分㗎。其實佢冇回飛嘅，佢仲落啲飛。哦，有落飛嘅。只不過嗰只保證滿意，再落啲啫。明白。大家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頭場五班賽咧，頭三名冚唪唥都係走外碟嘅。咁啊，睇下第二場係點啦，短途。就係夜馬咯，即係入邊真係好難追啊。咁嗰只九號真係落得好緊要。見到呢只。系啊，变咗大热门临尾，不过你见到阿柏宝其实入弯已经开始又骑又跌又边噶啦，都好明显。有时呢啲马入边走咧冇咁顺都唔定，唔知系咪咁啦。因为你见到去到直路食个势唔系好差嘅，但系零舍舍嗰一段啊真系弱啲啊。
虽然不是大热门，但是头场都仲系阿雷神。本身就大热门咯，只不过对手落飞落得劲啲咁样，佢系保持住个赔率 around 五倍咁样。一样都可以留意一下蒋嘉琪嘅大运八落，点解起步咁慢？系嘅，系咯。定系点啦？一带唔出就冇啦，嗰啲系一定要快。雷神头场系只有得咗蔡约翰，咁但系第二场咧，佢就会拍住蔡约翰咧，就跑只大热门嘅。马房今日真系摆咗个阵喺度噶，咁啊头篮咪起咗啦，咁啊睇一阵嗰啲卡通飞飞得唔得？嗱，睇下大运八落啊，佢有骑嘅，出闸都同步嘅，咁啊但系真系唔够快。佢得一只马慢嘅啫嘛，就富威用将啊，咁啊结果唔够快，俾人哋一冚啊麻烦啦。佢一唔够快咧，其实你见到好多骑师咧。喂，点解望望极都见唔到只大运八落啊？所以你见到头段28秒85一啲都唔快咯。帝飞星啊，扯住都走咗出嚟噶啦，一开边啊，咁啊入边就保证满意啊，希望你快啲埋去冚一冚佢啦。赤骑喺隔篱都要尽量揾遮挡嘅，咁啊好在开边只人身路啊上咗去。后一站我哋见到咧就哇系咁望啊，就嗰只尼龙嚟噶，咁啊入面啦，咁啊最贴栏咧，我只金威性都唔系好厚嘅啫，咁啊中间白帽个大运八落想点咧？呢度都冇办法啦，因为包住晒。开面有野外桃源啦，咁啊再入边有呢个有欢笑，然之后灰马白帽铲衫嘅就系彩利喺个尾四嘅位置。开面嗰啲咧就系超顺畅啊，然之后富威勇将都上翻嚟啦，包咗落尾自动导航。嗰只赤骑咧，先前见过个跑都会慢下闸噶，莫雷拉跑咧出闸最快，即系好嘢嘅。同埋呢度已经转咗出嚟啦，睇入面嘅保证满意惨啦，跟住呢两隻系咪？咁啊一路要骑啊，要逼住啊咁样样。开边你见到超顺畅啊，同埋野外桃源啊，四五碟咁样发力嘅。就算你话蚀到无轮嗰只彩利啊，都已经迟咗发力啦，翻到嚟都追得近，唔知跑嚟六嘅啫。蚀入边追就有欢笑啊，但冇弱噶喎，啲走势好弱喎。金威胜第五，彩利第六，你睇到开面真系有啲着数啊！系咪个沙面会薄啲啊，定点样样咧？一阵再睇啦。福邦完毕嘅立派彩作实，位置 Q 四搭十四派147元，三搭十四派177个半，三搭四派273元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25元。四连万派3113元。